洛江公会堂即马登来展出《文起云涌文开西霞写友联展》，即个展出作品大约六七十幅，每一幅拢是写完用心所创作出来，内容相当的精彩，欢迎乡亲前往观赏。文开西霞是由一群热爱古典诗书的朋友做伙创立的，为着展现写完的成果，而且吸引有兴趣的人，特别来到公会堂进行联展。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展出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有吟诗班，还有汉学班，还有书法班，很多的班级。那因为有学员嘛，学员当然要让他有那个展示的空间，然后让大家推广出去，然后知道说我们是在做什么事情。对，那因为鹿港是一个文化地区啊，那当然就是要推而广之啊。那我们希望说呢，薪火相承，希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能够进来学习。这次所展出的作品非常的丰富，包括字画、画图等等，全部都是由社员用心所创作出来。文开诗社是以诗为主题嘛，那里面有一些是我们社员里面的诗，然后请我们的书法家写的字，或者啊还有就是学员的话，大概都是写那个历代的书法家的那个临摹啦，或者是说诗词、唐诗、宋词，或者是说庄子啊、老庄之类的格言啊这些。这届文开诗社社友联展展期是到九月十号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时间前往观赏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、鹿港采访报道。